想當年人心解碼真係 J 到出血。咩 J 到出血啊？咩叫 J 到出血啊？男神係啦，男神。男神同個 J 有咩分別啊？我唔係好明咩叫 J 到出血喎，真係孤陋寡聞啊，唔好意思啊。有埋蔣志光就好啦，佢同方中信合拍，又做翻律師，不過就唔好做女人型。這個劇呢就不是女人型啦，我是一個很貪錢的律師啦，咁就亦都很開心啦，可以同阿蔣又合作啦。基本上每一個劇我翻嚟 TVB 拍都會有蔣志光嘅，所以我哋是一個很好的配合。